第亂話四季第十一集嚇，唔係第十季第五集，第十季第五集係啊，你係啊係啊，其實開咗機嘅，不過唔驚，大家冇講粗口。玩具 TV 第十季，第五集。哇！數即係我哋其實做咗幾年出緊街㗎，出緊街㗎啦。今日冇乜反應啊，病啦，嚇到個位。咁喺度玩積木。因為東主有喺我哋今日其實就唔會玩太耐嘅。咁但係點都好，咁啊東主有喺還東主有喺，咁我哋早走還早走，咁都會有少少交代。邊個有嘅？好嚟啦，係啦，咁啊，講一句嘅啫，冇嘢。其實頭先大家睇個 opening 都唔會有太多嘢介紹，咁啊當。大家休息一下啦。不過亦都好細事實嘅就係、是，我頭先出完旺角咧，都係要月尾25號先叫多啲嘢翻，但係都冇乜好特別吸引嘅產品。嗯，吸引嘅例如賣緊對。唔係，我諗之前，老實講，你好難過個月咁多話好吸引嘅產品嘅。排隊例外啦，都嗰句你咪落上一上20樓，跟住又話15樓見咁樣，仲要持續幾個鐘咁點搞嘅？見得最多嘅相就樓梯相。係，又或者見啲大媽相，係啦。啊，呢一度又真係 side track 多少少，都冇叫 side track 嘅。本身真係都要讚翻 Hot Toys 嘅員工咧，即係就住啲非我用非玩家或者直接講炒家啦，即係嗰啲大媽啊、賓夕凡尼亞嘅朋友啊，咁啊留電話就即刻打電話去 check 翻電話啱唔啱，係啦。呢次係真嘅。咁啊送走咗一班真係。即係連 Iron Man 係乜，或者佢哋排緊乜都未知嘅朋友，呢個方法有幾？我諗問 Iron Man 係乜就好難知嘅，現今嘅世代都仲都唔係好咁講啊！哇，都唔知好大鑊嘅。Iron Man 我知係乜，放抖人啊嘛。第一件事係問你究竟知唔知你排乜先，佢未必答到你嘅。係啊，呢個真係。係啦，咁你收我打啫嘛，都係嗰句。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真係多謝翻 Hot Toys 嘅前線員工咁辛苦照顧你，唔係我多個即係雖然時間係會嘥咗，但係我覺得對於即係一啲真心玩家，確實係真係即係唔介意等呢啲時間。冇錯。好，咁啊又啊，我想問一下拆翻翻嚟，而家排緊咩？即係今日排咩㗎？排係咪 Mark 50嘅復刻定係點啊？同埋其一啦，有雷神啦，有 Mark 50啦，兩隻復刻開咗。另外巨搶開咗，我到而家都未買，未去排啊，都因為我好怕排隊。另外有兩隻係公開發售㗎嘛，即係之前係Secret Base 同埋黑卡會員，跟住就Pop Store， 而家係喺其他店都可以訂到嘛，冇記錯係 Brave 度同埋即係 Hawkeye 都係咁，即係其實變咗而家係四至六款係同期一齊。開訂，即係任何人都訂得，咁所以咪咁多人排。話時話，我對嗰只狼人真係有啲興趣。啊！你嗰日唔喺香港喎。做咩？哇！我真係手啊單啦，大佬。你手啊單啊？係啊，唔係嗰只係靚嘅。我都係。你首日係咪早上先？下晝都可能差幾個。早上。O K 啊。狼人。O K O K。狼人。狼人啊！鷹眼啊！即係鷹眼。人。咁啊，今次仲要一雞兩食咧，就 OK 嘅。兩邊都有齊。冇錯，所以冇辦法。呢個咪叫 DX 版嚟㗎？呢個係啊，佢有得俾你揀嘅。係咪一個身體嘅啫？都係。係啦，多兩個多元衫係啦，多把刀。但係你估佢哋會唔會出個戰選版 Mark 85咧 ？Iron Man 咧？其實而家佢上即係爛咗頭盔嗰個咧，其實未出過個殼胎。其一啦，其二仲有呢一個無限手套啦 ，Mark 50。都其實都可以出戰選噶嘛，係咯。其實我坊間見到有人開始整呢啲啦。阿 Sam 好多唔知，好多即係整啲爛頭盔。Mark 50嘅爛頭盔，好似我到而家都未見過。係即係最即係佢俾阿 Thanos 捅一刀嘅時候，嗰個樣咧，其實係嗰個樣係最係咪要等只 Mark 50出咗佢先可以嚟改啊？哦，可能有機會係嘛？咁而家都未派曬貨。派假咗頭先叫做有相開始咗好耐，上咗好多版上去 Hot Toys 啦。手入單咩？真係。不過我諗真係嗰一批都淨係招呼手入嘅，好坦白講。Anyway， 我哋都叫做今次叫吹水先啦，因為始終東珠有起，我哋今日亦都冇特別話帶好多玩具上嚟，同埋今日都係美系為主喎。冇錯。係啦，咁啊，先除咗唔講玩具先，我哋講下你啲見聞先咧。哦，咁啊，你食咗好多泰國菜喎，又食四川菜喎，太開心啦！係太開心。Brian 嘅要求啦，咁佢又話：哎呀，好想講下泰國嗰啲夜生活。咁我話：哎，唔好啦，玩具 TV 即係玩具 AV 咩講？我哋講下我個 show 啦嚇，佢有。
阿李叔，耶！啱啱去咗呢個泰國嘅 TTE 啊 ，Thailand Toy Expo。咁啊，第五屆好似係嚇。咁啊 ，Brian 嗰啲。咁你大家要問阿 Brian 嗱，為咗保持我同你良好關係，我唔辯駁啦。即係 TDC 又揾你，太開心就揾阿 Brian。係冇錯啦，你唔知 Brian 有唱好咩？泰國夜行空嚇，泰國浪人啊！好，我哋翻嚟啦，翻嚟係啦。咁啊，其實去咗呢個 TDE， 咁啊近期不如咁講啦，近期我去咗兩個 show 啦，咁一個就係上個月四月嘅。就係去咗上海嗰邊嘅，咁啊都係叫佢哋叫上海潮流國際玩具展啦。潮流國際玩具。國際潮流啊，國際上海國際潮流玩具展。國際潮流玩具展。係啦，咁好啦，咁啊另外一個係 Thailand Toy Expo 啦，咁啊泰國玩具展啦。咁啊其實兩個展嘅性質都好似嘅，基本上都係以玩具即係潮玩啊，或者膠啦，簡單啲講，以膠為主。咁你話特色咧，其實又唔可以話冇。咁可能我自己長期就浸淫喺嗰個圈子裏面，所以我比較開始都睇到麻木。咁不過你話每次都有啲新意嘅，唔多唔少會即係麻木中帶點新意。係，佢同我哋即係始終潮玩同我哋玩開嗰啲玩具好唔同。玩開嗰啲玩具咧，首先咁講，你個門檻好高。譬如我要開發當係整個咁嘅 PVC 出嚟，即係佢嗰個開發門檻，可能你講緊都係數十萬嘅嘢，係嘛？咁你仲要做貨啊、成啊，加埋埋真係可能真係講緊一球，係啊，成球先至可以做到個 figure 出嚟俾大家玩下，仲要未必收得翻個成本，係咪？有時賣得唔好咁咪咁噶啦，係咪？大家好現實，靚先會買啊嘛。咁但係潮流玩具佢嗰、那個。開發費用啊，或者生產費相對就始終係因為個物料關係相對地會低啲，同埋佢門檻唔係咁高，唔需要做好多隻，即係可能一般嚟講我哋即係做呢、這個呢啲咁嘅落拼嘅，即係呢個唔係落拼啊，冇人話落拼，即係我話好開心咁砌，唉真係啊，好香啊，睇路啊，睇路啊，做呢一啲呢啲積木啦嚇，一句講曬，做呢啲積木啦。咁可能嗰個成本係好高嘅嚇，即係因為可能就咁要去鑄造呢啲件嘅時候，已經係需要好多嘅，同埋技術都要求高啦。係啊，同埋呢啲譬如鬆得緊，做呢啲積木咁樣，佢需要嗰個精度好高啊。係啊，因為你始終唔對咧，就拼唔埋，差少少，差半，哪怕係半毫米。真係哪怕半毫米，半毫米已經出曬事喎。係啊，已經出事。mm 啊，計係咩？毫米咪 mm 咯，微米啊，真係差啲都唔得㗎。係啊，咁所以佢哋呢啲要求啊，各方面好高。但係做潮玩，你冇呢樣嘢，拉到變形咪吹得唔得咯？彎少少，彎少少咯。即係哇！你講到咁咩嘅？咁事實係啊。喂，事實真係咁嘅。唔該曬。當你唔需要顧慮可動啊，唔需要顧慮咩穩定性啊，淨係你淨係要佢靚啫嘛，淨要色彩豐富個樣夠得意。即係可能你想色嘅要求會高嘅。咁佢唯一有佢當然有優勢，第一就係佢數量少。即係你真係中意多人搶嘅，你真係冇嘅。佢可能得五十隻，咁你有五百個人搶，咪賴嘢咯。係嘛？即係好似係一個即係仲難搶個 hot toys， 你講真。即係好似今次去泰國有一個我唔講名住啦嚇，即係總之係只貓啊，咁啊有一個好似蛋糕咁嘅造型嘅貓蛋糕貓啊啲人叫啊，咁啊一個日本嚟嘅設計師咁，咁啊有一日咁啊開其中一隻顏色咁啊開始抽選啦，最興抽選，咁啊講緊佢都係廿五隻，就六百個人排籌，咁你咪計咯條數，廿個人都分唔到一隻。咁呢啲咪佢嗰個吸引力咯，係啊，咁你咪好想要咯，有你咪威咯，係嘛？即係好似你話有啲即係就算呢份袋係 hot toy 數咁好啦，你肯花少少心機走去排下隊，你又肯花啲耐性去等下，你總係會到手嘅，係嘛？冇去到即係你有咪開箱玩咯，但係冇咁威咯，係嘛？你有我都有，我雙入添，但係你攞嗰啲咪冇啦，冇得雙入，你有一隻已經好威風，即係可能。買嗰啲人有時候會有啲咁嘅虛榮感、虛榮心，咁呢個好正常。你大家可能有啲人話：，喂，玩玩具玩咩虛榮心？喂，老實講，冇虛榮心，大家唔使花咁多錢幫個女朋友、幫老婆買包包啦，係咪先？嗰啲咩 channel 啊，嗰啲咁樣
啊 L 字頭嗰啲，全部都係虛榮心嚟嘅啫。以上係 Alan 嘅個人觀點。係，我啱想講就係並不代表本人或節目嘅下或本節目嘅立場。係啦，所以我真係冇買，可能我窮啦。不如講翻啲你客觀啲見到嘅。但反而我想問下你剛剛話即係都有少少新意，你都見到啲、你所謂嘅新意係即係技術上啊，定係？設計上啦，設計上，係啊，咁始終你話嗰個設計，佢哋係有花心機嘅，係啊，即係你唔好理佢嗰個門檻高定低好先，即係始終設計就係有用心設計嘅，當然亦都有一啲係比較點講咧，比較隨意啲入門嘅玩嘅設計師啊，好識用字喎，要小心啲嘅，係咪先？即係始終呢個台我哋大家都係嚇。喜歡玩具的咁講法呢，就所以佢會有時有啲設計師佢哋會有啲諗法係原來可以咁做啊，幾好喎咁樣，因為佢可能其實係一個百花齊放嘅一個時段嚟，我會話係潮玩嘅百花齊放嘅時段，因為回翻喺唔使耐啊，冇話十年五年前都好啦，即係你話潮玩係冇乜設計師店嘅一樣嘢。可能大家未看到那個商機，或者未有那個市場的支持，那現在不是，現在整個市場都出了來，是尤其是我們大陸那邊的市場更加龐大，那的話你變了來說，你很多東西可以做一個新嘗試，那始終你有了這樣的條件之後，大家就可以試玩很多東西，那人多了，那講緊，老實說，我覺得現在潮玩的設計師整個世界初步估計真的沒有1800-800個，講緊品牌沒有1800-800個，即是你其中一個，就是咯，我都這樣的人都是其中一個了，所以你說真的一個百花齊放的階段，我會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要去呢，去泰國這個是值得去的，為什麼呢？一來都是看啦，太開心了，二來就是是啦，那 Brian 喜歡的都在這裡，是吧，即是吃泰國菜而已，咁我都走咗去食咗一間咩嗰間叫咩智姐熱炒，排咗幾個鐘，我人生未試過排幾個鐘頭咁啊食一唔係話幾個鐘係啊，米芝蓮一星啊嘛。其實泰國已經比較懵逼噶啦，都係咯，幾個鐘好難得佢。哦，嗰度食嗰啲全部都係鬼佬嚟嘅，係啊，咁佢可能嗰個節目咧，因為始終喺一個叫嗰啲叫咩旅遊節目。係啦，佢係嗰啲叫 food， 一個叫 street food 一個咁嘅 program 啦，一個紀錄片嚟。咁佢係啱啱先喺香港某個可唔可以叫咩 on demand 嘅台 ？on demand 係 on demand 嘅台嗰度出嚟嘅啫。我啱啱要去泰國，啱啱俾我睇到，咁先再跑。我諗過得一排又好啦，咁好多華人嘅面孔都會喺嗰度排隊，咁啊更加難排。不過又話翻兩頭，其實喺泰國嗰個玩具展咧，本身真係話同香港嘅玩具展本身，即係喺包裝啊，或者可能喺入邊介紹嘅產品啊，會有冇啲咩特別好大嘅分別？嗱，首先咁講，香港嘅玩具展就好似譬如年尾嗰個啦，咁佢哋會係比較適合一啲大型嘅玩具展商參展商。即係譬如係總言之係大品牌，就好少可話獨立設計師喺嗰度。即係而家逐漸會有，但係一啲都係一啲本身係有雄厚嘅實力嘅一啲設計師。咁反而同泰國展唔同，泰國好多個人設計師喺裏面，即係包括小弟呢啲，咁好多個人設計師。好勁咯，咁其實係門檻低好多嘅，咁你變咗你睇，如果你中意潮玩嘅話，你睇嘅嘢係多咗，咁你既然睇嘅嘢係多咗，其實對觀眾嚟講係好事。咁同埋，我覺得佢嗰個氣氛係好啲，即係相對地，佢嗰個炒賣係冇咁多嘅。咁好啊！竟然係啊，係咯，即係有㗎啦，係知佢陰間擺上網嘅啫嘛。唔係，因為咁講，佢炒家一樣有喺嗰度，但係亦都有翻一定嘅 proportion 係一個玩家，仲要係當地嘅玩家，即係唔係清一色係華人面孔喺嗰度排隊買嘢，咁當然亦都有泰國嘅炒家嘅，呢個就唔可以一竹篙打三船。但是相對的比例會偏多，上海的展呢就很多都是一些reseller， 我們稱之為在那裡就買完就走，變成來說你有時候作為參展商在那裡擺展就會比較頭痛一點，頭痛是什麼意思？痛什麼呢？沒人看，即你很簡單，如果他這樣說 reseller 他們就要買完要買的東西就走了，我們
買唔買要買唔買要買嘅，買到梗係開心啦。買唔到我哋都會走個圈睇下啲嘢，或者留意一下啲有趣冇趣嘅嘢，就咁簡單。呢、這個就係嗰個分別啦。係、嗯，咁我諗泰國展會相對地比較多啲，咁同埋喺泰國嘛都有句，咁咪又可以做下 SPA 啊，練下腳啊，食下嘢，咁嘢食又好食。啊、地方又乾淨，即係變咗其實有冚，即係同上海比，你就中意我會係我相信某部分嘅設計師都會中意。反而你話上海嗰邊係，即係話係咪啲玩家仲未有習慣去去行呢個展啊？定係點？應該咁講，其實大陸真係好大，唔係個個人要即係都會去到嗰個展覽。即係交通問題。一來咧，同埋既然有人幫我買，我做咩要用走去咧？明唔明？即係我上網睇曬我要嘅 list， 因為大陸嗰個消費文化好簡單啫嘛，大家都習慣咗淘寶啦，係嘛？大家習慣可能甚至係習慣話，哎呀，我要去食夜晚食嘢，我就撳個掣，咁啊有人送外賣上嚟，係嘛？我做什麼去啫？我咩都冇，我係得錢啫嘛，都係嗰啲咁嘅嘢。就算有錢冇錢都好啦，即係總言之就係已經係一個咁樣嘅文化。咁佢哋嚟講變相嚟講，對佢嚟講嗰個去上海又唔係特別吸引啦，係啊，咁所以佢哋喂，咁有錢我叫啲人幫我買咪得咯，叫朋友幫我買或者叫一啲專家幫我去買咪得咯，我唔需要話自己親身走過去，話仲要花咁多錢，仲要排隊，仲要成，係嘛？咁我倒不如攞少少錢出嚟揾人代替咗我做啲嘢，係即係會係咁樣嘅情況。但係去泰國可能有時候大家啲人都會覺得可以玩埋啊嘛，嗯，即係我有好多就算係大陸嘅朋友都好啦。有很多都是一起過去泰國，他不是說純粹為了玩的，即是個展買下東西本來真的純粹就是為了玩，那我要玩完、即是會是這樣、我想同樣道理，即是台灣、年尾台灣的展都是不上下的情況、都見到很多設計師在他自己 Facebook 分享回走去吃飯、一起整班很開心的樣子。其實之前我們早幾年我們去外呢都有很多換嚟 TVB 觀眾呢就話喂幾時組團，其實可以諗嘅呢樣嘢，即係成班朋友仔一齊去。年尾有個台灣嗰個就 TTF 又係 TTF 啦，係啦，嗰個係都可以。Taipei Toy Festival 係啦係啦，咁啊我唔記得咗十月睇下你邊啲巨頭咪可以組團咯，啲巨頭可以組團咯，係啊啱咯，唔識路。咁你同埋你尋日先咯，係咯，但係你走咯。咁我哋嗰次可以真人 show 睇德哥點樣狂掃台灣。係啊，俾埋我整理啦。德哥仲顯現咗邊個狂掃台灣咁嘅情況。即係可以，即係我覺得其實有時去下啲展都幾好。咁你見到其實呢次係咪比早兩年個規模好似直接大咗？一定一定係始終你設計師佢嗰個。進的人數這一刻還是比出的人數多的，可能是入十個設計師有五個、有五個做不住，有十個想玩的、即會是這樣的情況、因為我覺得潮玩其實是、即為什麼多了人玩，首先就是設計師有大部分，我不會說所有， 有一部分的設計師他是、他那個工作是可能是很悶的、即不是說是設計師，即 graphic 就graphic designer 個個多姿多彩，有很多是一些 corporate 裡面做事，可能改下圖啊各方面的、跟他自己當初入行想做可能是兩回事、是吧、即可能會、原來要執張廣告圖，他可能打個比方當他是幫銀行去做的、是吧，那你不會說太多創意、銀行也不希望你有太多創意，不希望你有創意，人家一個務實的作風你搞得太花巧都是未必啱心水、變成來說、潮玩這一類開多了是一個機會給我、不要說是一條未必是一條大路，但是一個機會先、或者我原來我自己都可以做設計，是吧，我原來我設計出來的東西有人喜歡，我可以被人感覺到，即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或者感覺到自己的創作在這裡，咁呢樣嘢其實係幾重要，所以點解咁多人入嚟玩咧？有冇見到啲係泰國出現過，但係你喺上海或者內地有設計師？基本上有唔少嘅。你覺得可以提唔提一提下咧？名咧，老實講，我記唔記得啦嚇嚇。靚係你記得，但係本地嘅，係泰國。係泰國嘅設計師亦都有批，都唔少啊，唔少啊。有冇一種即係你覺得係泰國風格㗎？即係會唔會話啊？呢一種就譬如係歐美風啦，有啲可能係香港風啦。有嘅，有分嘅其實。是啊，其實是、你有時一看，其實現在我這樣說主要分為、四類、日本風啦、歐美風啦、基本上也有一些東南亞的風啦、
同埋亞洲咯嚇、啊，就會話翻係香港、台灣、大陸咁。咁其實大陸係特別明顯嘅，佢哋嗰個風格係特別明顯嘅。即係如果係香港老玩家，通常都一般，即係唔係太有興趣。哦，佢哋嗰個風格，但係大陸風格嘅交佢哋自己內銷係好勁。即係講緊係分分鐘，你覺得都係冇一啲出名嘅 example 咯，形容一下咩為之大陸內地風格，同埋我想知道泰國風又點咧？我又唔係，我就唔方便話點名邊一啲品牌。唔係，即係我覺得你形容一下個風格係點樣？咁、可能係佢哋嘅風格，佢可能係純粹係真係好奇怪，或者你睇唔到佢想表達啲咩？因為其實一個抽象啲嘅、可能係抽象啲、或者係最另外一種就係特別寫實嘅風格。嗯，好寫實嘅，即係咁講，我即係邪教咁，佢就係用佢個核突或者嗰啲叫血腥恐怖嘅嚟，就係佢個點咯。有可能係啦，咁當然我首先講，我講翻啦，講翻一定唔係全部嘅設計師係即係你個人感受啫，係啦，嚇，即係譬如泰國嘅風咧，有啲都大家唔睇唔到嘅，譬如大笨象咪咯，我哋自己換嘅 TV 我哋試過介紹過同賣過，就大笨象嗰個就係泰國嗰個阿胖係 Jumping Elfie，Jumping Elfie 係 Burger 都嗰個都係啦，嗰個大笨象嗰個咪泰國噶咯，咁呢個就冇乜睇唔到咩泰國風，你講你覺得嚇？因為始終佢嘅有一間工廠啦，代工廠啦嚇，咁佢始終代工廠佢港面有，亦都有一定嘅注入，咁代工廠係香港嘅。咁變相嚟講，會兩者個風格融合咗入去喺裏面，咁所以一定會有啲唔同。但係你問我，你話啲設計方面好明顯嘅，其實因為我自己飲，我有泰國嘅雕絲，有用過日本嘅雕絲，有用過大陸嘅雕絲，亦都用過香港嘅雕絲，即係每一面出嚟嘅效果其實係幾大分別，幾大分別。日本飲為例啊，日本雕絲點解咁多咁出名嘅雕絲都係日本人，或者點解咁多日本雕絲？真係做得咁好咧？其實某程度上，佢哋真係會注入咗好濃厚佢自己風格嘅工匠，真係會有匠魂。係即係你揾得到佢做咧，佢就基本上佢當咗你要求要有佢嘛，要攞埋佢嘅風格嘅擺埋落去。咁所以呢個係日本部分雕絲嗰個威力喺度。咁泰國同樣都有嘅，係啊。咁佢哋泰國嘅雕絲佢哋做嘢好仔細。真係做到好細，咁咪變相嚟講，我哋諗嘢都諗得好密，咁另外你話歐美風咧，歐美風其實你睇美國漫畫嚟，歐美風佢哋嗰個風格係比較誇張少少，咁同埋佢哋嗰個叫咩咧，佢做出嚟嘅嘢會係有好自然地就有嗰種你當係漫畫美漫嘅風格，美漫嘅味道係好自然嘅有，咁最後你話大陸風格，大陸風格千祈唔好誤會，唔係唔好嘅，係啊。如果你話做好多，譬如一啲係仔細嘢，好仔細或者係好需要好真實嘅嘢嚟講，佢哋真係做得非常好。因為佢哋基本上佢哋嘅設計師，佢哋暫時未有一個自成一格嘅款式，即係唔係話我已經好有概念一嚿嘢設計我個風格，唔係個個有。咁好多可能甚至只係一個普通嘅labor 啦，我會咁講，可能係一個 studio 裡面其中一班比較後生嘅人。咁喺度做，所以佢哋做嘅會係好貼近現實，因為佢哋嘅 reference 就係現實嗰度嚟，所以佢做嘅會好貼近。我記得去到泰國咧，其實佢哋好多仿畫嘅，即係啲名畫佢再仿畫係好似，同埋都個價錢都幾相宜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泰國人其實畫好叻嘅，畫畫啊雕刻嗰啲都好叻。不過佢哋就係啦，頭先阿 Elvin 我都有啲同意，就係佢哋係比較近一啲叫做技術人員嘅層次，就同藝術家好似就技師級係啦，就唔可以話冇，但係即係要因為要時間。藝術家就係日本嗰只啦，即係佢有自己風格，佢有自己嘅判斷同埋嗰個佢自己嘅內涵喺裏面，咁有啲唔同咯，係啦，咁但係泰國都有不適，我覺得好有潛質嘅，無論係市場同埋有設計師都係好有絕對有。其實我覺得泰國佢嘅設計師多嘅，係嘛？佢多嘅，佢哋本身我唔知係咩原因，即係我唔知，因為佢對佢哋嘅文化我唔好了解，但係佢哋會好多設計師，第一來好多加入呢個潮玩圈啦，二來真係好多人即係本身都係做設計，亦都做得好好。即係佢哋嗰個係其中一個文化嘅一部分。基本上，譬如泰國嘅電視廣告喺國際間係非常出名。係啊係啊，佢哋嘅尤其是幽默搞笑啊，或者一啲感性嘅嘢。係啊，即係
日本就即係通常喺國際間嘅電視廣告咧，就以呢個瘋狂出名嘅，即係佢哋嗰啲搞即係無厘頭搞笑嗰啲，係諸如此類啊。前嗰排應該上年有一個嗰啲類似係長形嘅啲，係唔知我唔知係香口膠定係糖啊。嗯。咁佢就係以一個婚外情嘅故事嚟做嘅，咁嗰個啲鬼佬係好中意嘅，因為佢係一個長篇嘅廣告嚟嘅，即係每一 part 一橛一橛咁樣係去到點樣，即係個三四個男女糾纏咁樣，咁啊有個男人成日出嚟嘅時候就即係好意淫咁樣拉個好長嘅係啊，真嘅。咁嗰個日本廣告啦，咁泰國廣告咧亦都係即係喺歐洲攞好多獎嘅，所以我覺得佢哋創作方面其實都講咗好耐，佢哋即係唔單止啦，其實電影同埋電視方面都已經係我諗超越咗香港一定呢樣嘢，即係起碼喺國際間嘅角度嚟睇。而家泰國電影係行銷全東南亞噶嘛，即係佢食咗軸，成為咗東南亞軸心㗎。佢泰國電影咧，即係會上曬，會即係其他國家都會上到去，即係譬如馬來西亞、印尼都會上泰國片嘅。有段時間就係港產片啦，或者日本片啦。而家咧就聽我自己據聞啦，即係泰國嘅片係賣東南亞賣得唔錯添，係啊，即係佢哋嘅創意同埋資金。佢之前嗰套咩出貓特工隊啊？好多歌㗎，係啦，香港都有賣，係咯，係咯，咁所以泰，係你講。我啱啱講緊，即係既然都講開呢一個潮玩嘅話，咁係咪時候都應該可以介紹下呢只嘢咯？好啊，嗱，咁我哋喺個 talk show 完，唔係即係 talk show 完之後，我哋換換機先，因為我補充少少嘢，啱有fans 問 fans 係啱你嘅 fans 啱啊，唔係你嘅 fans 有 Diacon 嘅 fans， 係 fans 係兜先兜。話有新出咗，病啊，亂曬啦啲嘢。講啦。咁就話新展品係啊，都有睇過，我覺得幾得意，因為佢開始明晶過順咁樣。飛機變形同戰車變形。買啦。讀到咧。嗰個戰車有啲似電筒咁樣噶嘛，啲轆係打橫嘅腳部係。只腳就係個履帶咯。係咯，咁但係佢今次就即係真係出啲。以前嗰個舊嘅系列就冇，完全冇嘅。我出到而家都未等到封面嗰個喎。你講個大基地？係啊，大基地啊。嗰個我諗係即係 end game 啊，個 end game 嚟咯嗰個。哇！即係最當年嗰個大基，最出名、最大嚿嗰個。其一啦，其二就係最出名嘅大國三機合體咧。嗱，呢個反而我想講講就係佢哋似乎喺大國方面係越嚟越保守嘅，即係佢暫時係即係出啲配件俾你，因為配件佢可能覺得就係fans 會最即係 fans 會買。而佢出咗亦都，就算唔係買得咁好，可能唔使蝕咁多，因為你知其實佢啲配件價錢唔平，即係佢二百幾蚊、三百幾蚊一套，咁其實件可能唔係好多，同埋好多重複嘅件，即係好似上次嗰、那個變龍嗰啲咧，其實佢嗰啲即係佢嗰個件已經用過啦，係啊，咁我諗佢暫時可以傾個保質，呢、這個可以了解，但我覺得如果佢喺設計上可以真係做到一隻帶角，係即係個吸引力都可以超越到係話我就算唔係 fans 我都會買，即係好似。普通主角嗰啲機咁，其實好多都未必一定係 Diacon fans 或者以前有認識 Diacon， 只不過覺得係依又可以組合又好型。咁其實以我理解，其實有幾隻主角機之前大 box set 嗰啲，而家都即係叫做炒得起啦，即係好市侩咁樣講句，即係有市場啦，即係有支持者啦。咁喺大國方面，如果你想即係佢，即係唔可以話，其實都唔可以話我哋去支持佢去買，而係佢即係做到一個佢自己真係做到一個靚嘅設計出嚟。佢夠信心，佢就會暫時就見唔到咯。暫時我覺得佢好保守，即係出多啲 pass 啦，係啦，出啲 pass 咁。係，所以我真係冇買 ，sorry。嗰條 X 蟲嗰個係難玩啲啊，因為你組嚟組去個樣都好似分別唔係太大，我覺得。佢真係麻麻地。冇錯，咁其實個頭先我討論裏邊咧，其實好多問題都係唔關於討論嘅內容嘅。咁亦都有問咧，就話我哋幾時個公布嗰個投票啊？嗰個季選嗱，咁其實咧，我哋除咗公開投票嗰部分咧，我哋會加埋我哋主持部分嗰啲嘅。嗱，我解釋下點解我哋會有咁嘅選舉先。個選舉其實我哋係即係喺我哋節目裏邊開過箱嗰啲，我哋先至會選嘅。咁梗係啦，如果我哋都未開過，我哋點解要選咧？同埋做乜要選咯？係啦，我都得嘅，都得嘅。咁所以嘅飛機其實唔好擺落去啦。唔係都係因為客觀因素就擺咗佢咯。咁雖然係有少少，我哋慢慢再。modify 嗰個入選嗰個嘢啦，係啦，嚇咁呢次我哋第一季啫，咁大家有意見多多講啦，但係我哋都係會選擇性地去吸納啦，因為冇可能按曬所有人嘅
喜歡的方法去做嚇，咁所以就遲少少會公布，我哋會計埋我哋啲叫做主持人嘅一啲嘅分數落去咁樣嚇。咁當然大家想中意自己牌子嘅朋友，或者即係捧場，譬如捧大窮啊、捧千隻鏈啊、捧 hot toy 嗰啲，咁你就繼續提票啦。咁所以你會發覺咧，有啲產品係比你想象中少嘅，因為過你啱啱嗰季咧比較少某啲牌子嘅嘢嚇，咁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咁啊，如果係嘅話，大家支持翻下一季我哋多啲嗰啲牌子嘢啦。例如你可以借你哋嘅嗰個收藏啦，又或者係嗰啲公司留意一下啦，咁啊可以即係俾多啲嗰啲版我哋拍啦，即係冇辦法㗎，呢、這個時間都要呼籲一下，都好實際嘅，即係好似阿邊啊，蕭若元先生去到尾咧，突然會講豬扒啊、買種啦咁樣噶，即係我哋都要做呢部分嘅嘢，係啦。咁有冇補充大家？另外都有人講緊 hot toys 嗰啲嘢，我諗我哋都可以再講一講。講乜嘢？即係都係講緊嘅手套啊，十五樓件、十七樓件，即係講緊Avengers 嘅產品啦。咁你有冇嘢吹下 Avengers？ 因為其實頭先我都過咗信和，咁啊唔好講玩具，我反而想講有好多一啲周邊啦，即係我其實都想潛翻啲色紙啊。有佢而家係咪送海報喎？係係再睇 Arrangers 有海報送，咪有四款加一款特別版。咁啊，另外頭先講緊就有啲 sticker 啊，嗰啲時扣啊，即係咩嘢都有得錢。即係我淨係講 Arrangers 嗰啲啫，我即係攞落呢一個信和地牢咧，即係咩嘢都有，所以變咗真係好可怕嘅呢一個熱潮，即係醖釀咗十一年。唔單止點講啊？佢最後呢一套戲，而家票房幾多億啊？第二咯，第二歷史性第二啊！懟冧咗Titanic咯。OK， 係仲有阿凡達啫，係爭阿凡達啫，應該好快實冧嘅應該，因為佢個速度係快好多。同埋阿凡達九十年前啊，2009年啊。但阿凡達原來會拍第二集，佢心作拍緊添啊！我以為拍咗三四五喎，係啊，好多人驚啊，真係聽聞。其實唔係肯定㗎啦，喺 IMDB 有啊，我真係麻麻地。係咯，我都覺得麻麻地嘅啫喎，即係當年係個叫做個景靚啊。嚇！但係當年個熱潮其實感覺上又冇咁勁，感覺係。但係就好新啊嘛，當時嚟講啊，最新嘅科技啦，當然係啊。佢即係當年我哋今日睇咁多 3D 電影都係由阿凡達開始啦，呢個冇可否定啦。即係我當時都睇到，我都覺得好，即係個景係好靚嘅，尤其是佢即係飛坐喺條衛星嗰度咧飛嚟飛。飛嚟飛嘅時候係好靚嘅，但係個古仔其實就好老土嘅，我覺得。佢發揮到佢當時嘅技術咯。喂，講開復仇者，你哋我哋似乎都好中，即係都幾中意啦。咁但係其實我嗱就咁啦。其實我一路聽到好多負皮嘅，不過而家你講負皮俾人鬧到七彩。唔緊要，唔係㗎，我覺得咧，我覺得其實佢最成功咧就係咧，你唔講唔得，第一件事你唔談論唔得，唔睇唔得。第三件事去到就係你唔贊唔得嘅。有未必。其實真係，其實你問我，我不嬲我。出完戲院，我第一句講就係其實better 就係 OK 咯 ，end game。我唔絕對唔講得上話，我覺得佢喺情緒上係非常之滿足嘅。好多人都覺得第四集係冇第三集咁好。係，我都係啊。幾多好多人講啊，其實。好多人講。第四集有啲嗱，你可能唔好由婆媽，但佢係交代啲感情戲啊。佢係感情戲嚟。父子啊，即係你作為一個打嘅地方結局係 OK 嘅，但你話係咪話真係好好睇咧？better than OK 啫，即係佢一定係即係頂級嘅嘢嚟㗎啦，唔使講，呢個就一定係。但係問題個劇情個報告咧，我聽阿蕭若元先生講咧，其實佢話個劇本寫得好，佢話最好，因為佢美劇美戲咧美嘅電影咧，通常為咗穩陣咧，佢哋個畫面會好靚啊，特技會好，咁啊個劇本就最弱嗰環嚟㗎。咁阿蕭生就讚咧，佢話呢一套《復仇者四》個劇本係寫得最好。我覺得佢羅素兄弟其實大家而家可以上網睇，反正佢哋自從佢哋自己公布咗話唔需要再隱口啦，大家可以盡情有呢度絕值得講，係啊！佢哋已經上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受訪問，佢哋兩兄弟。咁你哋可以睇翻，其實佢哋係真係好多嘢都有諗過，尤其是呢，即係佢哋由應該係由呢個美國隊長二開始係佢哋接手噶嘛。咁佢哋對每一個人物，其實佢話你不如話即係點講咧？佢唔單止係講個劇情點樣扭橋或者個故事點樣，其實佢最主要着眼係喺每一個人物佢個起承轉合，即係由佢最初開始。到而家點樣俾個結局嗰個人物？呢個先至係佢哋最擔，即係最著眼，最對於佢哋嚟講最重要嗰樣嘢嚟。咁你以呢個觀點嚟講，其實呢套戲係真係好圓滿咁樣俾到，甚至你話雷神好似係一個即係其實好似係搞笑咁啊。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即係你諗下雷神嘅角色就好似一個即係好似你想你又會你期期都買六合彩，冇買嗰期就中咗，跟住你一世就係即係佢接受唔到呢樣嘢。
即係佢明明成世都贏噶嘛，無論幾雖然佢係曾經即係失去咗父母啊，佢個最好朋友，最好佢個細佬都睇住係俾，但係佢都仲係接受唔到，就係輸喺自己手上。嗯，因為係我唔係我唔係俾人打敗，我係衰，我斬高少少就佢就接受唔到樣嘢，就變咗雷包斯基啊嘛，即係變咗變咗個肥佬。咁其實係一個好。都好認真嘅一個心理上嘅表達。唔係，同埋一樣嘢我好中意就係咧，佢哋自己都喺度講，即係有睇過一啲片段啦。咁佢哋係真係認真去思考一個角色點樣走，佢唔會話啊特登攞個劇情嚟就佢嘅角色，即係當然有啦，但係佢唔會。譬如咁，佢話佢有諗過。但佢唔會攞角色嚟就劇情。係啦，係啦。佢啱係啱相反。係啦，係啦。佢唔會攞，即係佢有諗過 Iron Man 不如去去雷神嗰個嗰度咩？嗰、那個叫咩 ？Asgard 嗰度攞粒石啦。佢話有諗過，但係有一個問題，因為 Iron Man 佢有套戰甲啊，可以透可以隱形咁走入去。但係個問題話諗過，但係點解唔可行咧？因為Handel 喺度，咁Handel 係可以睇穿你，可以睇到你，咁變咗就唔會同埋對於個人物嚟講，冇咗嗰種去雷神去親自同見到佢阿媽嗰個咁圓滿嘅嗰個。即係佢哋都有認真去話諗一諗，究竟有啲咩角色去咗嗰度會產生啲咩問題咧？個Morgan啲戲 cut 曬喎陰公。咁佢都話過佢唔想太複雜啊嘛。但係講緊係個Iron Man個女大過咗，係啊，就喺即係類似呢一個心靈寶石嘅地方度見翻Tony Stark嗰啲對白。咁我諗都好正常啊！你諗下佢而家嗰個時間線，佢本來係 match 緊現實嘅時間。一年一集，誒唔係即係，總之嗰年發生咩就咩啦。佢而家係已經係將佢推後咗五。如果你即係如果佢一旦公布咗摩根真係會成為未來 Iron Man 嘅時候，咁佢係咪好多嘢要定死咗先？但係而家佢都未定得死啦，佢又買咗 Fox， 係嘛？你有咁多世界 ，X-Men versus Avengers， 唔係你有咁多世界嘅時候，你 Iron Man 係咪一定要揾阿摩根去拍先？或者係咪一定係佢做繼承人咧？係啊，佢已經留咗啲伏線嘅，葬禮上啊，第三集 Iron Man 個靚仔，個靚仔 Iron Hearts 係啊，已經嚟咗啦，係嘛？即係已經做曬啲伏線喺度，究竟之後會點冇人知，咁啊睇埋花放風先講啦。我有一個聽聞啊，即係唔知係真定假嘅，我都係聽一聽過，就係話點解臨尾Gamora 會係即係好似唔知去咗邊咁樣咧？有一個聽聞係話呢個女演員係仲未肯定拍唔拍。但我呢個我真係聽翻嚟。佢冇喺個飛船上面咩？有冇喺？佢冇啊，冇喺飛船上面。故事最尾交代就係阿 Star Lord 好似話要去揾佢咁樣嘅。當然啦，你話當係一條伏線，愛嚟做呢、這、一個即係第三集，我又覺得都合理嘅。係咯，咁但係我覺得冇乜可能，佢點樣都會就到時間出嚟拍嘅。我覺得。有冇心嘅啫？我覺得奇怪嘅咧，即係Guardians 嗰個導演咧。當初咪同迪士尼有啲不和嘅，因為迪士尼即係覺得佢唔夠政治正確啊，之前咁咪又炒咗，跟住請翻嘅。但係原來其實呢一套戲嗰、那個其中個 producer 咧係個 Guardians 嗰、那個導演嚟嘅。哦。最尾係即係有字幕嗰度有其中一個 executive producer 嚟。I see。係啊，所以其實冇。其實 executive producer 冇關係嘅。如果就算我呢一刻。不再跟你合作了，但是前期功夫你有負責過嘛，你有付出過，他一樣會寫你的名字。因為有一隻 game 又叫 For Honor， 你有沒有聽過？有啲那個實時那個是啊，那他到了後面他其中一個即是直接整個 idea 那個創辦人，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了，是啊，直接談不完了，咁啊，佢已經冇幫手啦，都落翻個最拉尾都落翻佢嘅，啱嘅。咁呢啲就咁啊，啲觀眾都咁講啦。第四集係感情分，即係唔係話個感情分，唔係話我哋同情嗰個感情分，而係佢最俾到最滿足我哋嗰個係嗰個感情分。咁啊，我諗啊 ，talk 嘅環節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唔係，其實我係問緊幾點鐘啫。哦，我而家幾點鐘？而家九點咯，九點九啊，嚟緊十點啊。係，有咩打算啊，監製？咪拍玩具咯，係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可以再講轉機啊，係啊，轉機先，係啊，暫時停一停，咁啊轉頭再同大家分享玩具嘅，冇錯 ，talk show 完啦，拜拜，揸你。